棋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贾刚璐，非常高兴能够跟赵守勋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第四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团体赛第一轮的一盘精彩较量。赵老师您好。露露你好，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呢，给大家带来这一盘精彩的对局，这盘棋是由周瑞阳，我们的周棋圣对阵韩方的朴廷桓，也就是韩国的现在目前第一人啊，本等积级分分第第一一的，人，Number One，也是我们公认的韩国现在最难对付的棋手之一，是，对，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一些故事啊，就是恩怨情仇，可以说是。周瑞阳呢，在前不久，我印象中也是3月初刚刚结束的农农心心杯，杯，比擂赛台中，赛的。对对，擂台赛中，本来是，很有机会哈，一举结束这个比赛的，是，对手就是朴廷桓。那么在那盘棋呢，他是很遗憾的最终输掉了比赛。我想他这盘棋一定是，抱着这个复仇的一复个仇心，的一个对，必须要复仇的心态。是，同样是团体赛，对吧？又是同样冤家路窄啊！是，一共对面7个人，怎么又让我逮住你小子了？这，所以说，他这盘棋一定是憋着一口气儿。是，行，咱们就边看边聊啊。这盘棋是周瑞阳的黑棋，但是他们俩人之间的这个交手的成绩上来讲，是明显朴廷桓更占上风。对，他，我印象中前3局朴廷桓都赢了，他们俩之间的，后面周瑞阳可能有过一次反扑，但一是两次又的反被扑，3连胜压制对对对对了。对对，所以这说个这个，有棋风相克的原因，朴廷桓啊是一个很能折腾的棋手，他的这个中后盘越到后面他越厉害，越下到后面盘他越强，看得越清楚越准越精准，前是，半盘是他的弱项。相对而言，对，相对而言，周瑞阳呢，棋就是特别的全面。对，比较全面的一个棋手，对，分头分头。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布局，所以周瑞阳如果在前半盘不能够取得比较大的优势的话，他对朴廷桓就有点难下。其实，是，朴廷桓的后半盘失误几乎是零。看的。所以，怪不得朴廷桓经常逆转别的棋手。对，他不容易被别人逆转嘛，就只有他逆转别人的份儿。是。对，他没什么失误的，而且他很会搅，就是他的棋也很会搅。白棋实战他是选择了走这个，这个可能并不常见，是吧？搭一个小对。堡垒，但是，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简明的下法吧，符合他棋风，把是。战线拉长。前面我先缓一点，这个肯定是3手棋总是这样，肯定有点缓，关系不大。我接下来在后半盘慢慢再给你拼胜负。看来他是对他自己的后半盘很有自信。对，他极度自信。他这儿下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定式，对。打底下。虎。然后白棋分头。对。黑棋呢，当然这个是双方的根据地，要站住。白棋一拆二。黑棋下定，好像双方都下的比较中规中矩的。对，这个布局下到这儿，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应该说是，除了开始这个小堡垒，这也就是一种去向吧，一种风格而已。那接下来都是堂堂正正，对，跟教科书一样的，对你小飞我拆二，都是这种。下一手棋，哎，就是很有味道的一手了。是，我们还是很难评判他的这个好与坏哈，只能说是这个思路很值得去借鉴。这招棋就是点在这儿。这叫做典型的适应手，对，首先先说说这招点的它的用意。如果这个时候白棋呢，显然这两个子啊，对，它是有一点孤单的。如果你不走呢，它是比较担心黑棋去进攻。有可能，比如说点这个或者点这个，大概就这两个点去选择点一个，如果白棋简单的应的话，可能就长出来，对。白棋如果贴出的话，由于现在这个下面有一点点的，大家可以冲断，对，白棋冲到这里。对，你贴出这有毛病，它可以冲断。如果粘上的话呢，这就两卡个死子了。死了，白棋就很重，也没有眼位。对，如果吃这个相同，它就从这边把你断出来。是，
这是一个有点担心吧。嗯，这个地方有这个手段，即使他不去这样去弄你，他就算点了盖住，是，这个也挺大的。对，他这个就把这个地方护住了。对，这个棋形比较饱满。嗯嗯，这个黑棋是可以满意的。是，所以说呢，白棋如果脱先不走，这两个子一定会被别人欺负。嗯，这是白棋担心的。是，那你如果走的话呢？比如说你跳一个，嗯，黑棋，那么他肯定是稳先的，对，跟着你走一个。人家跳完之后还有点，这还有弱点。这以后点完飞，对，是很严厉。本手呢还得再走一个啊，那对，但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慢，太慢了，嗯，比较缓，应该也是不能满意这个效率。所以说他实战这个就叫这个恶人先告状啊，或者说什么先下手为强。对，他在你来不及弄他之前，他先点你一下。嗯，啊，如果这个时候黑棋就是稳健的，对，嗯，挡住或者是跳的话，哈。嗯，那么白棋这一下交换，他就明显便宜了。哦，啊，他甚至有可能当场就动出，因为他这个，嗯，这几个子还是挺强的。对，他这个前面虽然速度慢，但他是一个堡垒嘛。对，他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形状非常的厚实。这样的话，他就是完全有道理了。他，嗯，你这两个子，你现在来不及去纠缠他了。是。啊，他先下手，他先弄你。对。这是他的一个思路。嗯。实战呢，黑棋这个是最强硬的下法，跳主。就把你，啊。说我要把你吃了，对，把你吃就是跳在这儿。嗯，但跳在这儿呢，将来留下了一个手段。啊，将来白棋爬，对，然后再点。嗯，黑棋可以顶住，对，黑棋最强的是顶住。就如果想吃的话。对，那这个时候如果飞的话，被人家靠住，这个是，是这个黑棋可以这样靠嘛？嗯，或者黑棋更强的时候，甚至可以尖在这儿。啊，就是在这边，它可以先。对对对对，毛病补一补的情况下，嗯，但是白棋有特别简单的，他只要点在这儿就行了。黑棋如果想全吃的话，只能必须挡。那么他一尖，嗯，这显然是一个活棋，这局部就已经活了。嗯，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无论黑棋外面厚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嗯，你这儿点这儿点，对，怎么点把我这全把我外面都吃了没有关系，随时轮他下，这啪啪一点就活了。是，嗯。那么就是这两招交换完之后呢，就是留下一个活角，哦，啊，留下一个活角，对，而且呢，他是看情况，他也留出了很多味道，他现在可以就脱先了，嗯，对，就是间接的把这个黑棋下面的手段给价值降低了，价值降低了，你无论价值，嗯，你怎么走，我里面反正留个活角，是不怕，嗯，所以说他这个点是很有味道的一手，点完之后，嗯，脱先了，就是大家可能会很奇怪，他怎么回事？怎么想的？是不是？对，就是这么一个用意。嗯，所以实战白棋也就是脱先了，嗯，打入上。对，这个打入是明显的好点。嗯，打入了之后呢，黑棋这个角上的三个子啊，隐隐的受到了一些威胁。嗯，你看，如果这三个棋子角上全都是地的话，效率是很高的。是。你看，你哥仨，我这也哥仨，我还围了六七目。是吧？你围了十六棋目，嗯，快二十了。对，快二十了，嗯。对，这个我怎么心甘情愿呢？是不是？嗯，所以说，他这打入之后，接下来掌上一定是有味道的，有棋，嗯。对，嗯。但是黑棋也是，这你下面不走，我当然是要追究你的。对，这个就是双方在布局阶段就是这样，把局面打开之后，嗯，就是争夺主动权。啊，大家记住，就是布局阶段干的两件事儿，嗯，一个是快速的。占领这个要点，对，嗯，占领这个根据地和要点，嗯，那么接下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主动权，对，先下手为强。嗯，啊，黑棋的办法就是你看这个打入，它显然是可以说是打入，也可以说是夹击，对不 对, 对，显然这个地方其实也挺着急的，很着急，嗯，啊，谁先走决定了这个攻守的形势。对，但是他要决定干另外一件事情，嗯，就是，先攻击你的下面，对，先攻这个。嗯，这条棋呢也是好棋。这条棋就是，你看走完之后，他实际上是希望你，非常希望你从这边跑。对，比如说你这跳，他从这边跑。嗯，他是非常希望他跑了一个之后，脚上就死了。是，就很简单，嗯。但你从这边跑呢，他也不怕。你从这边跑，他这边也是很强。对，这个形状也很好。等着你，嗯，对。所以说这招阵是一个好点。嗯，阵完了之后，逼着你表态。是啊，看看你是迈这边呢，你还是去撞墙呢，反正你怎么着都不舒服嘛，嗯，对不对？嗯，要不就是出卖这个兄弟，要不就是去撞墙。实战还是选择留保留兄弟。对，还是留着兄弟。兄弟重要。
这个选择了自己头破血流也要撞墙逃跑。但显然他这个再撞就没意思。对，这个时候就不能这种俗手的。对，你这个再撞就真的没意思了。你这撞可能也撞不出来。对。撞得鼻青脸肿，可能也出不来。嗯，可能还是得回到那边。对，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要寻找头绪。对，他把白他把黑棋冲断。长。嗯。这个就其实非常狠了，这个下法非常狠了。韩国棋手的招法都是比较狠、他们是不惧怕作战的，应该说韩国棋手啊也有稳健性的，偏稳健性的，对，也有更能杀的哈，是，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好像比我们中国棋手普遍还是要更喜欢作战一点的，是，对，我是大概有这样的感觉。嗯，所以说遇到这种棋他不怕，他先跟你冲断再说。嗯，这是普遍韩国棋手的一个特点。对，但这个时候肯定是黑棋作战有利嘛，第一个是在黑棋势力范围内作战，对，而且黑棋子力还多，对，第二个，对，你冲断我之后还轮我下，对，还该黑棋，就黑棋把这个尖住。白棋出头啊，这个尖的时候白棋不敢再要了，再要了这边，对，这边再被头被封住，加一刀，对，或者说他跳到外面也可以，跳到外面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白棋就这两个子就变得很奇怪了。所以说他这冲断呢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这个行棋的步调，寻找头绪，是一定是要出头的。出头的时候黑棋并一个，这个冷静，这个都是比较常规的下法了哈，但是棋友们看到可能会觉得也挺这个震撼的，是不是？人家往外跑一个，你在里面缩一个，其实这个是冷静的一手。对，如果你这个张牙舞爪的要什么要封他之类的，这地方先被黑白棋便宜，然后黑棋马上要跑到二路，自身也会变薄，自身眼位是很成问题的。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先把拳头缩回来，对，打出去更有力，才会更有力。白棋是接上马，这个也是现在这下面没有价值，为了紧黑棋一气，跳，白棋再靠到这儿，对，这个白棋的意图就实现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去冲断作战，这就太过分了。是啊，这就是属于没想清楚，或者说没搞清楚立场。他这两个冲断呀，看上去气势汹汹的，实际上我们一再强调，他目的只是为了寻找出头的步调。对，他这有点虚晃一枪，他的中心思想还是他的大部队。对，他还是要把这个连着跑出去的。靠这个，所以说下围棋这一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虚虚实实。你看上去他是这个意图，实际上走了两步之后你可能发现对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对，这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对，黑棋就把这两个子贴，对，白棋调一下，黑棋尖尖住，然后白棋就回到了这个下面。白棋接下来胡这个，对，下到这个拐的时候，好像白棋这个局部处理这个跨棋还是处理得很成功的。对，这个拐呢，看上去从黑棋正开始哈，好像双方都是堂堂正正，是，没有什么办法，正我尖了，人家把你冲断，只有长啊，对不对？之后接下来的下法都是，应该说是像这个关招啊，属于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总感觉上。可能下到这儿之后啊，是白棋还不错。对，我觉得白棋这个好像不仅是单纯自己跑，隐隐约约形成了一道这个对这个边啊，还形成了一定影响。而黑棋这几个子呢，还没有完全拿吃净，没有完全拿住。还有就是白棋这个点一下，现在看它还是便宜了。对，以后仍然有这个，尽管你这多了个子。对，非常讨厌这个棋。就是给你留下了种种不安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味道。感觉周瑞阳的这个阵呢、开始这几句组合拳，好像是打空了。对，没有打到这个、没打到要害，不疼不痒的。对，他接下来在上面，上面的问题还要处理。对，这个还是得回到这个。白棋呢也很有意思，他不是局部继续跟着你硬，他是先处理这个角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这哥仨看上去围了很多空，但是你是虚的，是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来开始问问你，追究一下你的毛病了。嗯，叫靠，也是
常用的这个形状常用的手机，对，常用的手机，时机绝好。是，现在好像太妙了，正好白棋的这个非常厚实的形状，对，在这个黑棋整个势力范围中闪闪发光。对，黑棋的这一道这个势啊，说黑棋从阵开始，其实唯一的收获就是一道势，对，走了一道势力，虽然不能说是很厚，但是总之它是，一定程度上呢控制了中府的话语权。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白棋之前的一个小堡垒，我们说布局阶段，本来是速度有点缓。对，很缓的，牺牲了一定实地的这卦哈，这个小堡垒呢就充分发挥作用了。是，这小堡垒的作用还不止如此，像它这靠进来的时候，它继续发挥它的这个威力，对，还影响到了这个脚上的一些变化。对，黑棋长。那这样倒过来看，那可能黑棋的这个阵虽然是非常堂堂正正，但是好像从方向上来讲是被白棋效果并不好。对，对，他的效果并不好，他可能应该选择迂回一点的下法。因为这个阵之后啊，这白棋这个都连上之后，他这个就是当后势用了。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不是阵之前能不能先飞到一下呀，走一走之类的。对，当然这个都是事后诸葛亮了，我们都是看到他结果之后再去反思。对，可能是有倒过去看，对，倒推的啊。但他实战中肯定想不了那么多，他走这个应该也是堂堂正正吧。对，总之现在我们是为周日阳有点担心，这个局面不是很乐观。黑棋也现在当然不是不能搬上去，对，黑棋要先自身难保，他要把自己先联络。下一招白棋就更有意思了。对，狠，太狠了。他是点在这儿。那普通呢就是唬住。对，局部简单一点就这样，大家都算了。对，这白棋也是先手获得了很大的实地。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脚上你接下来点它粘上，没有什么带大棋。对，有一点点小味道，没有什么什么脱断啊之类的。对对对对，就不严厉。嗯，这样呢还有一个不好之处就是白棋气非常的紧。对，这个地方白棋啊气非常紧，它做眼的时候实际上是挺难受的。所以说马上这种都成了当务之急。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棋如果简单的下成这样，他有点不肯，他有所追求。对，他实在是就是太狠了这一点。他追求先点这个，先问问你的态度。我们看这盘棋，朴廷桓下的非常妙，可以说是啊。他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围棋的这个次序之美啊。是。展示的淋漓尽致。从这招点开始。他一直在问黑棋，对，他一直在考验你，实际上。这条点他就是先问你的态度，再决定我的下法。是，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哈。我们那个可能水平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呢，就喜欢出直拳。对，对，大家就喜欢出直拳，看得到的地方我就打上去。对，对，但是实际上更高明的实际上是问问你，你要哪边，我再打你另外一边。对，他就根据你的选择，根据你的选择决定我的，我的计划。对。这招棋又是同样的道理，非常的妙。刚才在局部这个局部的时候，我们说白棋冲断，实际上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它也是在问你，就是看你的选择。嗯，所以这盘棋一直充斥着这个，朴廷桓的这个非常巧妙的次序。对，一直在贯穿着全局啊，这个是，下的非常好的，我觉得很值得体会，大家仔细体会的地方。嗯，这招棋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哈。对，如果你这个。那我 就怒了。对，那我也就跟你顺势那我就对不起了，我把这冲过来。这个肯定不能叫是转换了，对不对？黑棋这个大脚如果就卷进去，就肯定是没法看的。所以说就怒了是不行的，是要忍住怒火。那忍住怒火之后就两种下法。对，一种下法粘上。那么白棋显然再回到虎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对，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黑棋本来呢是打了能唬住的，唬住的，但是现在只能团住，你这个就显然就挡不住了，对不对？挡不住了，这不仅仅是目数，还有我们刚才说的眼位差距非常的大，这个在职业高手的眼中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这不能忍。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不能沾被他一唬，没气下了，那你只能下什么呢？挡。但如果挡的话，他如果虎，那这个棋又还原了。对，但是这个时候就差在白棋可以不走这下虎了。他不走这个虎啊。他如果走的话呢，也是单接。这个
妙味就出来了。单阶的话，如果黑棋还是立，刚才单阶黑棋是虎这个虎、对，单阶和虎是一样的，单阶它有虎啊，你这一样，你走它就挡住。对，你现在等这不一样了，这人家挡，这边还欠，脚上也没有棋，这脚上你就吃不掉它了。嗯，所以说这个棋单阶是可以虎的，但是如果它先点着一下，你看看这个你往这儿走。是不是这个心情坏极了？是。那么你走这个之后，他就不交换这一下了，对，不交换这一下。脚上。最起码他一立你就很头疼嘛，嗯、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明显被便宜了。对，你就不能走在这儿了。那你走这个，这个不像话，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弱点，对不对？是。那你大概就只有走在脚上去补、嗯，但这个棋呢，不要小看这一气，这一气的差距是很大的。是。还有一点就是他在外面骚扰的时候又成为了绝对先手。对，更给更有利。更有利，他不给你装交换这两下。对，这两下交换太亏了。嗯。所以说这个棋先点非常非常的妙。是。啊，这个让周同学难以忍受。对，我们的棋圣，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是不是？是我堂堂。天朝大棋圣，你这么欺负我，这个点我一下，这个地方冲淡我一下，这又点我一下，难受死我了。是，所以说他一定要反击。对，靠，他反击就是靠这个，靠这个呢，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某一个变化图啊，已经讲到类似的这个道理了哈。对，如果你跟着我，如果你跟着你，不管你走哪儿，这个棋我都可以啪。对。就愤怒的给你吃掉，是，因为你再冲的时候，我就是顶住了，那你再断，我就把你对，由于有这一下交换，黑棋已经补住了断点，对，这白棋就坏了，嗯，这个白棋不行，所以说他这靠一个也很坏，啊，你点问我的时候，我也问你一下，你的态度是什么？是，但这个白棋的，是就选择了转换哈，黑棋当然也是有很大的收获。刚刚白棋的堡垒瞬间就变得眼位不是很足，对对对、但是这个脚上的刚刚的黑棋的脚瞬间就变成了白棋的失控，是是是，嗯，接下来呢就是白棋的下法又是很有意思，是按说人家搬你这就破破烂烂的，总得处理一下，就是跑啊还是走什么，还是局部怎么样做活，对，怎么样去做活，这都是比较正常的思路，比较正常，他实战呢，对，就把这个粘出来，把这个粘出来了，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体现出韩国棋手的棋风的一手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这边没有薄棋的时候，他可能都不太敢粘这个，是不是，我们看刚才你好好的，人家飞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粘，是，对不对，这机会有的是，你刚才怎么不粘呢，嗯，就要问问他，因为他这个棋粘上作战并不怎么有利，没什么意思，或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在跟谁攒，就没有什么收获，黑棋就跟你跑，不知道在跟谁打架，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啊，我们说纯理论上来说，那么你这本身作战就不利了，对，你还有块孤棋，对啊，你现在这两个子还是负担，那你怎么敢把这个粘上呢，对啊，这就是韩国棋手他充分体现的特点，哎，他恰恰跟你思路是相反的，他认为这样的作战，这样的出头是效率最高的，没有这两个子的时候，我这是堡垒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势力之间互相是会逆转的，这是堡垒的时候呢，我可能就粘出来，我就要做乏味，就没劲，就可能就这么十几目棋，对，无趣，对，但我现在是薄棋了，我薄棋的时候反而是要什么呢，是要把你拽出来跟我一起去跑，对，反而是要借力出头，就是说白棋是觉得现在这个跑出才更有价值，更有价值，对对对，很可以说是很极致的这种追求效率的下法，对啊，那黑棋当然是不能忍，黑棋就爬这个，搜根，对，搜根破坏眼位，对，接下来白棋把这个先刺一下点过来，这个有点反攻倒算的意图了，对，那么黑棋也点一下，对，好，走到这儿我们看这个局面呀，哎，这个棋白棋好像有一种这个反攻黑棋的这个味道了。是。接下来黑棋该怎么处理呢？就非常考验这个我们周棋圣的应变能力，对，和功力。那接下来黑棋该怎么下呢？我想我们就让大家简单思考一下，我们稍事休息，然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好的，刚才我们是说到
这个白棋飞过来啊，要反攻倒算了。是。对，这个地方双方下得很精彩，从这靠进来开始哈。嗯。可以说在一个小小的局部，非常精巧的一个小局部，双方是精益求精，走的都很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集团军作战的时刻了，啊，就是白棋要对黑棋进行封锁，黑棋呢要想办法突围，或者甚至是反围剿。是。那么该怎么办？黑棋这块棋虽然说现在在白棋的势力包围圈中，但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气很长。啊。对，所以说它，气很长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嗯。一旦形成对杀的时候，我气长，我是立于不败的。是。对，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资本，就可以先向白棋发出一个挑战，去反扑，去冲击白棋的味道。对，直接就把白棋歼断。对，这个时候我们的周棋圣他也不客气了。是。按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说啊，他是属于这种哎比较均衡型，均衡，然后呢这个人的性格也非常好，非常友善，很和谐，因为这种选手啊，那个胖乎乎的，笑呵呵的，是这样的，态度很好啊，但是老实人好人，你要把他逼急了，他是个急了之后他是最厉害的，他最可怕，所以说这个时候朴廷桓啊，你这个招点冲断这个点什么的好棋全让你下了，是不是？然后你还要欺负我，还要把中府这拽出来跟我作战，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对，不能饶了你。这个时候周瑞阳急了，是。不过客观来说，这现在的形势确实也必须得使出点招了。黑棋吃，白棋先撇，走到长了两根稻草，对。这个是为了接下来中府作战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没有办法，这必须挡。这招棋不挡的话，之前飞，那他就还不如自己老老实实坚一个。对，就太差了，这属于自己抽自己嘴巴的下法。所以说一定要保住面子，要挡。对，所以好像棋手在行棋过程中都是有一个贯彻思路的这个下法，他轻易不会改变自己的作战方针。是的，是的，是的，对。这个是很正常吧？我觉得不光是下围棋，其实做什么事都是这样的，对，你不能干了一半什么事情，突然哎，我换件事情做。对，你要或者说这个是也需要勇气的，你要承认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这是需要勇气的。是，我们下一盘棋虽然围棋时间很长，下一盘棋时间很长，但是也都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决定的事情。你在短短的，甚至是有的时候，你像这招飞跟这个间隔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几分钟之内你就否定自己，对，一般来说很少棋手会这样。而且是，像计算上有的时候出现失误了，我可能哎呦突然刚才没看见，对，这时候及时悬崖勒马。这是有可能的，对，但是在判断上是几乎不可能的。我既然认定这个方向对，那我就坚持的走下去。是。打这个局部呢，其实就形成了一个作战了。对。长，这都是必然的。接下来黑棋跳。跳出。这时候就看出我们刚才说这两勺棋的味道了。如果没有断这两手的话，他刚才就搬过来了。对，直接联络。对，所以说这两手棋是必须的，那就跳出来。那好像下到这样的时候，白棋要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话，看上去是很勉强。对，这个白棋就被分割成两块了，怎么办呀？这个问题很严重。对，是不是两边眼位都不够充分。对，但这个时候朴廷桓又展示出他的才华了。对，他的制孤能力非常的强。对。对，这一靠。对，他下一手是在这儿靠。嗯。这个靠啊，看到他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感是朴廷桓又来搅局了。但是再仔细定睛一看，其实这招棋是早就存在的，是黑棋也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抵挡他的。嗯，为什么呢？这个靠，首先白棋这个顶是绝对的先手，就等于白棋这是有绝先，但是他只不过暂时保留而已。对，那么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一靠，你怎么办呢？你要么就一直退，那白棋肯定要冲，这还是挡不住，挡的话它还有断。对，它这个子儿就发挥了作用。你要是一直往前冲，这个感觉事情有点可怕哈，这个事态有点可怕。
这个是他这个打吃是先手，所以黑棋还是不行。对，这个黑棋是不行的。嗯，所以说这靠呢，其实黑棋是只有挡的，没有办法。对，这靠的时候他不交换这个，只有挡。那么白棋如果看成这儿有先手，那他这个断肯定是成立的。对，这个断是成立的。对，那么这个时候黑棋你这个底下跟我杀气显然是不行的。嗯，也就是说黑棋这个时候呢，这个子实际上就是被人家割下来，是他只有冲。那么白棋这都是只此一手、这个、对，白棋再回到顶，黑棋是走的这个腕。嗯嗯，这个是好次序，白棋踢掉，黑棋接。嗯嗯，白棋再回到坐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定型。对，这样呢，可以说刚才还火药味儿极浓的一场战斗，嗯，又以双方这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妥协，嗯，对，结束了，我们握手言和了，嗯，分析一下这个结果，我还是认为黑棋不便宜，不能满意，不能满意，嗯，是，黑棋不能满意，因为黑棋。你说白棋不仅做活了，它是带着木做活的，是还很大、嗯、很大，活得很大、嗯、而这几个子呢其实它非常的轻，它是一个残子，嗯，这个又有点像是被这个朴廷桓像泥鳅一样的又给它钻出去，对，它每个地方好像都是，哎，我给你几个子儿，哎，我大部队安全，我又给你几个子儿，我又整个活得非常舒服，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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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你看上去他这个招法、啊、很无理很过分、嗯、是不是，他你这个破破烂烂的还要反攻我，是啊，就是想把它剪断，气势汹汹的，嗯，但是你走了几步之后，发现他其实他这个几招棋又变成弃子了，嗯，对，这个很头疼，是，走成这样，我觉得黑棋还是失败了，有点难，嗯，有点难，而且现在黑棋还是虽然白棋这几个子轻，但是黑棋又不能不走，所以他还是必须中间补一手，中间补一手，你看这吃就是吃的非常的乏味，嗯，啊、吃起来非常小。但你又不得不吃，对，这个还没吃尽，是讨厌。下一招白棋的下法，我觉得可以说是，应该讲是本局的一个胜招了。嗯，对，奠定他这个胜势的一步棋。嗯，下得非常好。这盘棋我感觉朴廷桓啊，真的是状态极好，是，但没有什么失误。嗯，这点有点可怕。他下的这个整盘棋啊。不仅有妙手，我们经常是什么呀，像棋友，是我们棋友啊，好多经常就会跟我说、嗯、哎呀很得意，就摆一个局部，嗯，说那个下得可哎张老师你帮我看看这盘棋，嗯，实际上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啊、嗯、帮他看看这盘棋的时候，那这盘棋里面肯定是有比较得意的招法啊，嗯，有后续手段的，找我来摆棋不是目的啊，就是炫耀、这个、主要是对对对对对，要聊一聊炫耀他这个招法，嗯，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招法是摆完了，嗯，妙手是出来了，便宜也占了，嗯，最终结果还是输了、嗯、这棋还是输了、啊、当然很高兴，嗯，对，下得很高兴，嗯，还是很愿意去摆的，很愿意来跟我交流分享一下，但是棋输了。这盘棋我就想说朴廷桓呢，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他妙手也下了，对，妙手很多很多，但是没有失误，对，味道很足、嗯、但是他又没有失误，你说这个可不可怕，太可怕了，嗯，又下得非常的，就是这个控制局面能力又非常强非常稳，嗯，这点就下得特别好。那么我刚才也是卖了个关子哈，说黑棋走到这儿，白棋下一招到底走了制胜的妙手在哪儿，嗯，我们来看一看哈，下一招就是点这个，对，就是不依不饶的，他现在对还要反而追究你的问题，是的，这个点为什么说他这招棋有这么厉害哈，嗯，如果你这个棋单纯的去跑回来，嗯，这招棋固然很大，但是这个呢，黑棋现在肯定是对，这是后手，嗯，你接下来你如果再点的话，他就接上算了，对，这几个子呢，他是可以给你吃的，对，因为你两边都是活棋，只是单纯的目数，对，黑棋要补的时候是补在哪儿呢？是补在这个扳，补在这儿。嗯，这一扳之后呢，接下来他这个团就变成了先手，就可以挖死你，就对中间的压迫又更大，中间对味道好很多，因为你如果这团不是先手的话，人家打吃是先手，嗯，这随时一顶就出来了，嗯，所以说这个爬呢是目数大，但是是还手，可以说这招棋是一招还手。白棋这个点啊，直接点这招棋厉害，嗯，那实际上他走的这个厉害。如果黑棋粘上白棋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不是爬在这儿，他是直接贴过来的。哦。这个时候他直接贴过来，这个黑棋就有一种无法抵挡的感觉了。啊，你首先你这几个子不可能死去啊，对不对？你这要是这么死了，肯定是这完全不能接受就下完了。但你不想死的话，你就只有从下面找出路。嗯。这个不是说不行，这可能确实死不了。比如说，我就这是最笨的。嗯。但是白棋就上面搬搬。对，黑棋是必须爬回。黑棋必须要爬回的。啊，首先这个呢，本身你的目数就已经打亏了。嗯。啊，白棋最这个之前啊，他还可以先次序，他可以先冲这个。啊，对，他还可以先要这边先手。啊，这个太痛苦了。这个太痛苦了。黑棋就爬完了之后，只有做这个眼。然后人家吃的时候，你就做眼，嗯，提了就做眼，这个太痛苦了。对，所以说可以看成什么呀？人家这个力，嗯，这个力啊，虽然不是先手，嗯，我们承认他不是先手，因为黑棋挤先手，他局部是活的，是可以活的，对，嗯，但是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手棋，嗯，是有大半手棋价值的一招，是，嗯，所以说这个棋黑棋不太能考虑从底下去做活，去拱，去钻。是，所以说，那这个点的时候，黑棋就不能在这儿接了。你一贴回来，你就没办法了。他怎么办？他就是冲这个。是。这一接。白棋一粘。黑棋还好，可以度过。对，还没醉不至死。对。但是也是非常的。对，但是也是极其的痛苦啊。嗯，等于被白棋先手。对对。嗯。先手的。白棋可以搬这个。嗯。黑棋是不能拐下去了。拐的话，这一挖棋不够。嗯，对，这又是巧妙的一手。对，这是黑棋不行。对，如果先挖的话，人家打了走。对，这样再搬黑棋就可以收后面的棋，也是常用的一个收棋方式。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筋了，对他来说。嗯、但总之呢，他大家想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从点开始就一直算到了接下来所有的变化，对不对、嗯？非常的犀利，应该说。对。那这个地方白棋一度过，黑棋一加。这等于什么呢？大家想想，等于白棋从这点开始是先手，对，就是先手便宜。提图图图图，先手把这些残子全跑出来了。嗯，黑棋的目都没了。哎，这一点不说，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呢？更我们刚才说，嗯，他这个基本上先手，对不对？对。这个基本上先手，对你这边，接下来尖官子的时候，人家还可以尖在这儿守。是。嗯。哎呀，这个看到这儿，我觉得。我们的棋圣太难受了，下嗯，这盘棋下的就是浑身的不舒服。对，接下来白棋把这个以小尖，对，全局最大的一点一抢。嗯，那普通来讲，黑棋如果形势不错，可能就算了。对，就拆一。对，但现在这个显然黑棋是要抢先手。对，点一下。就不走，但这个可以看出来是黑棋很勉强的形状。很勉强，很勉强，嗯、这个很难受。原来他在这儿虎一个，这招棋虎实际上本身目数是非常非常小的。嗯，那他就目的就是补中符。对，啊，把中符补上。对，多了这个味道以后。对。嗯，白棋就非常、白棋就稳稳当当的挡住、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势哈。嗯。从道理上来说，黑棋这只有跑一个是本手。啊、本手。那你怎么跑或者做活？啊，这是本手。拆一个。对，白棋把这个围上。如果真像这样的话，因为白棋这种地方骚扰啊是先手，这骚扰是先手是，对，可以看这样。如果真像这样的话呢，嗯、我们就简单的点点目哈。好，这个地方将来我说了冲了，这个力基本上你得补这边，啊，那这个尖虽然我尖不着哈，嗯，这后手，但也就这样，你也就，但你也就没啥目了，嗯，对，因为就算你拐了，我还有大伸腿什么的。对，可以基本上从这儿点目，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中间还是吃不掉的、嗯、这个木棋可能也不见得 就算你吃掉吧、啊、嗯，勉强可以算，嗯，五六七八九木，嗯，九木棋，九木棋，对，这个底下呢是很松的，可能也就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嗯、六七木吧，对，七木，九木加七木十六木，十六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木，二十四木，嗯，啊，那就三、嗯、二十六，二十六，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五木棋，四五木棋，五木可五木点的稍微有点撑，对对，嗯，大概算四木吧，嗯，四木，那么就三十木，三十，然后加上中间，加上中符啊、嗯，但是我们数数白棋啊，白棋一十，二十，三十，三十，三一三二三，这个这光算三路以下，这已经是三十多了，对不对？对，就是说黑棋的这一块要贴这两块棋的木，那这块要比我这两块多个贴木。
这怎么下呀？对，显然是做不到。对，这就是不是差一点，这差很多。现在这局面输很多。对，嗯，所以黑棋是不能再这样普普通通的走了。对的，那这个时候黑棋必须得发力了。对，他实战也是比较拼命的下法。嗯，靠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如果你这样的时候点目，可能点不出来谁好。但是这是误区，因为人家这个头啊，这个头啊，这都是有潜力的。对。而你黑棋没有长目的潜力，嗯，对不对？我们再多摆两步，你再点目，这棋就差距就非常大。嗯、对。是。好，白棋长，哎，这个时候他开始冷静了，他稳健了。是，而且这个每长一个子，对这个上面的压迫也更强大。都快死了，这棋应该说是啊、嗯。是，那黑棋没有办法，黑棋把这个搬出来。对，黑这个时候如果简单的这种拆拆，这可能也不够。对，这样的话轮他走，他就他可能就把这边拉回来，怎么？对他可以就这样就定定型，嗯，他就简单的定定型。嗯，他保障他自己自身的安全。对对对，收着木的同时去做活，黑棋还是不够的。是，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呢，他要拼出来。对，那么这接下来就是比较双方都比较必然。对。然后，但是白棋对啊，对，他是先冲，先冲再吃，嗯，然后长贴，嗯，一路贴出去，对，非常的稳啊，嗯，嗯，然后再把这个挡住，嗯，这挡住是先手，嗯，这个地方、啊、这黑棋必须要走，显然这吃完冲完一尖就死。所以黑棋必须做活，必须做活，嗯，搬，粘，啊立，哎粘，粘粘，嗯，搬粘，嗯。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再把这个下的靠了一个，嗯，再靠一个啊。嗯。这个中府现在黑棋气也是非常紧了，嗯，黑棋也需要小心，靠的时候呢，黑棋把这个尖住，嗯，白棋再跳。跳啊，对，他这个次序下的也很好，很有意思。哦，不是，黑棋这个是跳在这儿的。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也就跳在这儿了。然后白棋再跳。跳，嗯，黑棋再唱。对，白棋再把这个贴回来，嗯、这都非常稳健。白棋其实就是在逃跑。是。嗯，黑棋呢？黑棋小尖，企图这个先手平一下。就局部而言，这个肯定是先手。白棋贴在这儿做活。嗯。黑棋再把这个团住。是。这个地方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贴还是先手，对，由于这个吃先手嘛，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这个中府大，他现在没有，哦、对对对，现在杀角也杀不掉，哦、就中府要补棋。吃这个，我就冲过来就完了，你不走。啊、哦，对对对，嗯，是不走我就冲过来就。就等于我这个地方看成先手，你这边哎。对对对对对。挺。哎，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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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啊就是，就是冲过来大，他必须要走这个地方。嗯、我冲过来，我把这中府吃了。但我这个就是先手呀，我这对你下面你得补棋吧。啊，这个是先手，这个对，然后呢，您我这一冲中间。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黑棋这个时候必须要补。嗯。得补在这儿啊。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营了。对，他先把这个地方先手做活。啊、先手做活冲。嗯，而且也很舒服，局部目数也就这么收。对，吃了爬，弄了黑棋很难受。对，由于有这个硬腿，白棋就先手做活了。对，做活之后呢，他再把这个地方一搜刮。啊，这个黑的等于这个拼命的下法，其实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对你其实还是把白棋这边上的空破了。嗯。但是我们一会儿有但是啊。对。但是我们就接着看就完了。嗯、首先，黑棋中府目数已经缩水了。嗯。啊，这一系列交换之后，中府目数已经缩水了，而且这角上这边上就剩五目棋了。是。啊，他就跳，对，下得非常稳健。对，而且呢，就算白棋单纯的只吃这两个子，其实也是。其实你都没啥便宜的。对。黑棋都没有什么便宜。对。嗯，不过呢，他。这更狠，他说搬一下。对他实战，实在是下的太狠了。黑棋把这个挖死，挖死这个挖死实际上也是挺拼的。嗯。用目数来说可能是大一点，但是中府白棋就这个就越来越厚了，嗯、这吃都先手了啊。就是我就觉得下一手棋啊又是很有意思。对，太窄。我很佩服他。嗯、我觉得可能就小吃一下就算了。这个棋现在我们刚才说，这个棋黑棋这三个子要死了是吧？嗯，对。那白棋中间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黑棋这个断了白棋之后啊，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交换之后呢，嗯、
中间白棋多了一二三四，多了四颗棋子，而且还这个地方还有打吃的这种味道，这个时候还轮白下，啊，是不是？是。所以说这个棋呢，就是黑棋这几个子基本上已经是轮白下，黑棋是没有希望的。是，嗯。不过按我们刚才形势的判断啊，黑棋其实没得着什么东西。对，就甚至说这地方被黑棋苦活，白棋就简简单单收官，形势仍然是白棋不错。所以这个时候最简单的一招棋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吃了，对吧？稳稳当当的吃掉，老老实实的，嗯。那你还下什么呀？对不对？这个黑棋就可以认了。是。但是朴廷桓，他这个太狠了，这好像像是我围在这儿不够，我非要吃了。他这好像一副这个转换了，这边损失了多少目之后，他要大吃的这个态度。对。鲸吞。嗯。但其实这个，这盘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嗯、只是赢多了，他不是赢一点的问题。是、嗯。就他还吃在这儿。太过分了，说是这个嗯，他可能也有这个，因为棋手对，而且在他们之间也经常交手，可能这种也会对他之后的对局中心理上或许有一定的啊，也可以是这样考虑的、嗯，对对对，他是不仅要赢你，对，他还要摧毁你，对，让你以后怕我这样子的感觉，他这是在摧毁对方对手。对点一下，但是局部死得很简明。对，从正常从形式上来讲是完全没必要。当然，黑棋实战也是在想办法有没有什么，尽量把局面搅乱。这样一吃。嗯。嗯，黑棋。对，这个都没有变化，白棋就捅进去。嗯。那局部当然黑的还是死得很简明啊。嗯，但是就是上面还是隐隐约约有一点味道。对。来碰一个。不是不是不是，他先靠的这个，对、嗯，这个就是有点搅局的意思了。这现在周棋圣也开始搞这种东西了，是，没办法了，这属于是。那、白棋实战是先、可能下到这儿已经进入读秒，对、他利用这个计算清楚，然后再回到这边一跳，一飞。对，一飞。这个棋，啊，不是，啊、不是，不好意思，这黑棋先贴过一个、啊，对，我就觉得形状贴过一下，就这样。然后回到这一跳，对。这个棋黑棋还是死了。黑棋还是死了，没有什么好挣扎的，而且。实战虽然是还是有一点点变化，但是白棋主要下的太简明了，非常清楚。就下到这儿，他是开始走简明路线。对对对，要不然你都吃了，我还不简明。对，黑棋断，寻求最后的拼搏。黑棋断的就是说，他只要期待于杀白棋这大龙了。白棋小龙角。这不可能的。但由于这个黑棋自己气太紧了。对。他吃。说最后有一点点，白棋吃。然后黑棋打吃。对，黑棋这个挖也是局部的好手。对。这挖没有关系，人家粘上。对，但没有用，一起粘。对，白棋比较简单，其实。对，白棋这时候下的就很稳健。或者这补上。其实他也可以选择这样，会形成一个结争。但是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他这样的之后呢，就是非常简单了。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黑棋必须提。必须要补，这个不补的话，人家冲过来就死了。那我一断。一断吃。这个吃就跟这个剑合。对，我。必然能走到一个，所以说这个棋就活得稳稳当当的，对，没有任何变化。是啊，那也就是说下到这儿呢，我们的这个周棋圣就认输了，无奈的认输了。这盘棋我倒是觉得哈、周瑞阳输的也不冤，因为这盘棋的确是人家发挥的太好了。可能周瑞阳有一点这个。有劲儿使不出的感觉哈，有一点是每次好都打到棉花上，重拳出击，但是都被白棋闪过去了。但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是对方下的太好了，而并不是说他这盘棋有多少多少严重的失误。我们从整盘棋来看，也没有，甚至挑不出一招棋是黑棋特别明显的，就是明显的有问题没有，只是整个行棋的被白棋引导的就走向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种我觉得这样的输一盘棋啊也是很郁闷的。这样输一盘就是说，作为棋手来讲，他最怕的是两个，一个是
你在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输出去一盘棋。上一盘好像对朴廷桓就是感受到了在巨大的优势下，对，莫名其妙的输出去，不是自己水平的问题，对，绝对不是自己水平的问题。对，有的时候也说不清，但是任何人都有职业生涯中都会犯很多很多次这样的这个失误，对，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是，对，莫名其妙的输出去。对，但他这一盘就这盘棋呢，就是另一种情况，就是说我输都不知道是怎么输呢，我在自己没有出现什么失误的时候，就是也是莫名其妙的就输掉了这盘棋。所以说我觉得周瑞阳这两盘棋啊，体会到了这个棋手就是最痛苦的两种输棋方式，最痛苦的两种方式，他真的，而且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个人身上，对，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这个难过啊。是这种方式输棋。那么还有就是可能周瑞阳啊，这个他也比较年轻，然后我们棋友们呢，可能对他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和各种这个论坛上吧，包括这个各种媒体上听到过一些声音，是，就是说，当然是对他这个，指责的声音啊，甚至是比较严厉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心情我们都很能理解。是。这是叫爱之深责之切嘛，对，就是越喜欢他越对他抱有这个期望值越高，对，期望越高可能失望也就越大，失望也越大、对，总之是觉得周瑞阳近期的这个发挥是很不那个不理想的，但是我想说呢，其实棋手是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下每一盘棋，甚至是在之前的备战阶段哈，都是都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在里面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也希望棋友们对他们多一些的理解和谅解啊，这个要更多的是去相信，相信他们的实力，相信他的能力，以后一定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对，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迎来了中国的围棋界的一个春天吧。是啊，所以说我们全面的超越韩国，我觉得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对，也就是时间问题，很快了。对，好的，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最终遗憾的是周瑞阳输掉了本局。好，那我们下期再见。